节目内容有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，视觉设计原始码，将与大家分享平面设计、讯息设计、动态影像、商业设计等视觉艺术与影像设计案例，透过国内外相关的案例，分享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美学力与影响力，提供对设计有兴趣的您一些创作灵感。第二部分，设计这档事，将邀请相关专家和新锐设计师进行访谈，谈论国际设计趋势与时事、设计教育与设计美学培养等议题，透过深入的访谈，完整的呈现设计产业不可不知的话题。第三部分，设计人的电光火石，将由婷宜或者我的来宾聊聊影响我们设计创作的一本书或一部电影，与您分享。